这是适合小朋友制作的毛线手工，在家自己就能做出好看的毛绒玩偶。先把毛线缠在制作器上，从中间把毛线剪开，再给它修修形，最后粘上眼睛和耳朵，这就轻松完成了。毛乎乎的也太可爱了，配有说明书和视频教程，制作过程还特别锻炼耐心和专注力，培养想象力创造力，好看又好玩，快来试试吧。